OK， 用嘴巴直接杀掉三个人，包括自己。输了。我还以为仔仔跟我不是一对，我们打算偷他的。啊，我跟马老师是一对。没想到我。我们的圈要再调整吗？我们的圈应该不用调整了吧？不用不用，可以的。好。可以进房了，我拉你们。我歪歪怎么少一个人 ？OK， 终于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哈！终于，是的。哎，醒一下！你包里那个三颗烟救了我的大命，小薇，我们淹了。醒一下了，上面有个阿点，怎么说？拉他一下。死于包包，终于包包，真的是。还是我们就三三三一组，就十个人，三三三一组，去掉链子，也可以。现在十个人了吗？啊、那就去掉链子吧。对，对吧？嗯。轰轰，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同意我的好友申请？还、啊、喂喂，轰轰的好友申请得一个超火一个。我的天哪！我怎么没看到啊？行。那个，王老师，真的没有。王老师，老师这么说，那是我好友啊，我。你们要再打一把是吧？你们是不是要再打一把？对。那个我这把打不了了，我那个约了人，我可能要先走，先润兄弟们，你们先玩。好，那你们先玩。拜拜。不是小温，是你没通过我的，我加你了。拜拜。我这没通过。拜拜。我这写的是你没通。拜拜。我这怎么写的是你没通过我？拜拜。哇，两个，我取消一下吧，取消，然后再重新就行。起飞！有的。哦，我给你们发个，我给你们想个词条啊，等一下啊。OK， 我们还差一个人没进，哦，不对，两个。没有，我们就哦，还差两个，我发个词条给大家。拉我一下，最后一把。哎，我被拉了，哎，我拉你，三哥。感谢黑黑的太阳面具。哎，你在哪？不见了，你是不是你在哪？你不见了？对啊，你不见了。我在啊。你不见？我在线啊。你不见了？那我离线再上一下。有吗？哎，你在哪？没有。我拉了。王佳怡离线。等一下，我重启一下大厅应该就好了。兄弟们，抬一会儿口罩，还差哦，看到还有谁没进？还差哦，第九万贡献值。OK， 还差九万贡献值。我把你们主体分好了，我想个纸条给你。这九万贡献值就问怎么样才能达到？看一眼弹幕，等一下。从他们里面挑一个。我们的五星雕的一，感谢新一的火箭，谢谢，感谢新一。12点就不算了，兄弟们，马上十点了都，感谢新一啊，谢谢。又套路，马上要十点了。嗯，并不是很信。11:59必过，怎么感觉是套路呀？兄弟们，帮忙投投票吧，好吧？啊，来点击名人堂，点击助力，把下面的任务完成，打卡和任务。点击立即开通，送上一个年度冲压，就可以获得票了。然后点击这里，点击投票，全部投票成功。OK， 请帮雕的一投上一票，第一名可以获得
定制粉丝徽章永久有效。没投的帮忙投一下啊。哦，还差8.5万。怎么说？分队完毕，正在准备发送词条。OK， 现在他肯定是随机了。根据上两把，刁德一搞事，轰轰这把肯定是跳着发，所以不能用这个来命了。有可能，但是我还没收到。你这个时候收到。跟等一会儿收到有可能是同一个队的，你知道吧，他可能会跳着发、他会分开来。哎，对了，有可能。那么这个时候要盘一波上帝，请问这把是几个字？没收到。对，是的，请问盘问一下上帝几个字？几个字是吧？哦，直接，那么我们现在直接给小瓜皮上一个身份，等一下啊，现在直接给他发一个身份给他啊。我发个身份。哦，阎罗王吗？他为什么要这样特意说出来、哎？那只有两种可能。刁德三这个，一种是链子，一种是阎罗王，对吧？所有词条发放完毕，收到了。本场比赛即将开始。OK。333，没有链子，只有阎罗王。333，只有阎罗王没有链子。红红没收到，没收到。那么也就是说只有阎罗王，但是他发的不是呀。马老师，我们这把必是队友。为什么？给个说法。给个说法，我们你走了，怎么还会有一个格子多的？对呀、红红，你应该没有发错吧？为什么是队友呢？我抿到了，你别急。你怎么抿到了？你别急，你别急。哎，333，不是333一队的吗？3331，10个人，谁没进游戏吗？是的，都进了呀，加我主持人，十个人。对呀、你看上面十个人。对啊，10个人啊，没有链子了。对的，没有。对呀、没问题啊。对，我给秀凯，我给秀，我 ，sorry， 主持人自雷，我给秀凯发了两遍。哦，怪不得。哦。鬼使。那么也就是说，修凯一定不为阎罗王，对是不对？可以这么理解，不然不可能发两波、下去就找修凯。不能聊天。清清爽爽啊！那么也就是说，开。OK， 可以排除阎罗王的可能性。开。啊，主持人OK， 修凯，我暂且指认你。二层集合，好不好？根据法逻辑，前两把我这把铁人，这一把可以，对，有这个几率，很关键，有这个几率，对吧？我先只跟你盘。修凯，我觉得我俩有可能是一对，你知道吗？因为他，你懂的。因为他发了两遍，然后有一个没有收到，懂吗？那修凯和仔仔应该是一个词儿，所以他发了一样的，没错，一对，你知道吧？怎么说？我们哪里见修凯？行，那我们可以一对，我们可以一起。那么他以致他找到一个队友的情况下，剩下来另一个队友就几率很低。那么也就是说，很关键，所有人都可以去击杀这两个人，对是不对？没错，大概率不会错。好吧。对是不对？好吧。可以轻轻松松。几个字，马老师？你先回答我几个字。我再回答你，好，你问一个，我问一个，我先问你，好吧？你几个字 ？OK， 我三。好，那你问我其他问题，不然没有意义，对吧？有人偷听，有人偷听。对，不然没有意义。不是，我听九月，我刚刚听到你说啥了？我听到了你这个说的那个有点。哎，不行，有人偷听，算了，不聊了。你跟我，你想跟我聊聊？不聊了。哎，没人呢。
他妈在王大聊不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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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聊不了聊不了可聊可聊可聊直接真心换真心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我如果你觉得不想回答透露太多你就直接不说同样反之好不好我先问一个问题、okay. 是什么类型嗯你是为什么不问几个字呢那你可以问我嘛反正我先问你的嘛啊几个字三个字我也是三个字好什么类型不好形容这个类型我们应该不是一对的好你就等于不回答就套了一个三个字然后不回答是吧 OK 因为我知道我受不了了防空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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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的两个字的防空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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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卡住了我卡住了这两个字的防空洞几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防空洞起飞两个字去防空洞啊 OK 我们弄感谢老马包包里的李仔仔的飞机然后我卡住了大家我卡住了我得重启四个字的 M 城四个字的 M 城四个字的 M 城聊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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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不什么类型什么类型好不好什么类型什么类型什么类型三个字三个字 OK 都是三个字都是三个字这个类型要自己对这个没有用说这个没有用好不好没用对啊我跟你说马老师这里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人还有一个是同桌跟包包对刚才说的修凯和那个邱可爱和他和华妹很有可能是一个队哦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剩下来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个队对不对那么小温加同桌我们三个可以盘一波你们觉得呢可以是吧是吧小温同桌我们三个很有可能是一队能盘一波几率还是蛮大的对吧对吧几率还是蛮大的对不对哦坏了修凯淹死了啊修凯跟那个我跟你讲修凯跟网妹是一定为一个队的一定是一个队知道吧所以说淹死没有办法拯救他所以没有办法、啊、我死了所以说 我们俩要去找同桌我们俩去找同桌同桌在这儿同桌在这儿在这儿这样我们俩先盘起来我们俩先盘好好吧这样这样这样同样三个字这个没得聊我们聊一点有用的、嗯、我们聊点有用的好你说怎么说比这样你先说两我先问你一个你然后你再问我一个可以吧这样可以吧可以吗好你先说你我先问请问什么类型类型就是就是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就不盘了我相信所以我就是问你类型嘛对不对对不对类型而已我觉得我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真的你讲吗你能信我吗我能信啊但是你得讲啊你不讲我怎么信啊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我跟你分析一波由于我刚刚其实已经暗示了你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不是一对因为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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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你明白我明白可以对但是我你先收枪你先收枪对我们有一把队友就是这么误伤了的有没有道理先收枪对对对先收一下枪那你这个你把类型直接说不然的话我不太能信好吧可以吧好
什么类型？几个字？三个字啊，说过了，三个字。三个字。对，三个字。嗯。对吧？清清爽爽吧，当然有可能都是三个字嘛，对不对？对不对？嗯，都是三个字。所以说，你说什么类型？我已经告诉你了。嗯，你没有，你没有。我够了。没有，没有，没有。妈，我走了，自己的。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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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哎，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就直接你不去？你们两个就不怕那个吗？你们两个就不怕搞错吗？等一下，溜了说是啊。这就无语，这怎么玩嘛？聊不聊？三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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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王老师 ，OK，OK，OK， 盘不盘？盘不盘？不盘我就走。可以谈，可以谈，可以谈。OK，OK， 你先说，你先说第一个字好不好？我先说吧。啊，你不会是炎龙王吧？你去哪儿？我不是。那我们先不着急，我们先盘一包可以吗？保持距离 ，OK。保持距离盘。那我走了，我把你车开走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你可能是炎龙王。我不是啊，我感觉像，我感觉你在，我只能说我三个字的，三个字，这样真心换真心，好吧？我们枪收起来，枪都收起来，枪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好吧？收起来，收起来，我收起来了，你看，收起来了 ，OK， 好好，信任有的，这样，直接说第一个字，直接说第一个字，直接说第一个字，聊不聊？第一个字吗？啊，几笔话吧，我们直接说。好，那你先说。你按那个九八 K 能不能给我？我三笔画。九八 K， 我想打九八 K， 我没有。我三笔画，你是几笔画？哎，我等会丢。不用讲了呀，不用讲了，清清爽爽了，好吧？这个就已经清清爽爽了。我下来了。就已经清清爽爽了。我这样讲你还不明白吗？我谁在与你对话？是不是？幺的三在跟我对话。好，哎，我问你，你聊不聊？不聊我就走。反正我大概率判断你是我的队友。我们应该不是一队的。那我走了，拜拜，好吧？你聊不聊？不聊我走，免得误杀，好不好？聊不聊？聊不聊？不聊我走，聊不聊？聊不聊？你别放暗枪，聊不聊？不聊，聊不聊？你拿我车呀！我不聊，不聊，我没车了。要不我先怎么感觉你很奇怪啊？你想养猪是吧？那你开，我坐你车，好吧？你开。我不看 okay， 行，那我们先不打，好吧？不打，我帮你灭掉我们队的人，怎么样？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你看，我坐车，好吧？你开吧，我走了，有点危险，坐你。那我走了，拜拜。心里有数了，这把还用盘吗？都已经清清爽爽了，已经清清爽爽了，真的。是的，清清爽爽。走吧，上车走吧，好不好？可以吗？你讲的太，你别打我啊！呀，刁德三，刁德三击杀王大谋，无需止雷。
钓到几？钓到几？你钓到几？你钓到几？主要看中了这个，哎，他去挖开呢？哎，他没有去挖开啊？聊不聊？没有。聊不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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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聊不了，聊不了，聊不了。不是叶龙王吧？第一个字几话？我们四个对一包，好不好？第一个字几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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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话。哎呀，被打死！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三话啊，三话。哎，三话。哦，那是队友，那是队友，对。几个字？几个字？三个字，三个字。第一个字三话，好吧？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吧？可以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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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哇，我差点死了。哦，我行行行，我的，还好还好，没啥的。聊不聊？聊我就上来，不聊我就走。可以可以。三话三话，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吧？三话。三话。啊，对。算了，我有点怕，我估计你想杀我，想骗我。真三话，马老师。嗯。算了，我走了，行吧？好吧，我走了。我们彼此都不是很相信，好吧？可以吧？可以吧？我走了啊！信任的，信任的。我走了，我走，我有点怕，有点怕。算了。我走了，只能聊这么多，反正后面。哎，开盲枪了！开盲枪了，犯规了！开盲枪了，搞不清楚身份就乱打了。起飞！感谢苏清林的水晶鞋。钓到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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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不聊？忙开！包包击杀小温，卧槽！无需治雷，卧槽！包包击杀惠娜娜，无需治雷。
红珠击杀三三，无需自雷。红珠击杀包包，无需自雷。听我说，九月，有没有人？聊一波？同桌聊不了？谁聊？怎么就乱打？别乱打呀！无敌圈。杀九月，无需自雷。调皮，就他一个了。聊不了。枪法，幺德三，轻轻松松啊！我没看到圈，牛的，轻轻松松啊！我看到圈，那里有很多的车，很多的阴人，哎，我听到那个徐子雷，我听到那个徐子雷，所以我跳下去了，怪不得，啊，轻轻松松啊，靠枪法，好像你们听的是徐子雷吗？他好像在我这卡了。我就剩一滴血，我说的全是无需自雷，无需自雷，对。那应该是我包包九月三三为一组，小孩王大谋，瓦妹为一组，同珠娜娜小温为一组，妖德山为阎罗王获得本场比赛胜利。哇，阎罗王赢了，什么条？几个字？三个字？你先说。是什么呀？词条是什么呀？你先说。可以。你先说。词条是什么呀？词条。词条什么？什么？词条是谁在问词条是什么？我在问词条是什么。哇。词条是三个字啊。几个字？词条是几个字？三个字。你先说。哦，就是三个字吧？哦，对，就是三个字。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说，我说你先说，我说我已经说了，我说三个字，对，我跟刁德山说，我三个字。我说你先说。三三，我们的笨蛋队友找到了，就是野猪九月。哦。我觉得最惨的是仔仔，他真的孤立无援。好，差不多了，兄弟们，我得溜了啊！十点钟了，十点钟了，溜了，你们耍哈。